这个是轴板分板机，这种机器呢操作也比较简单，只要把开关开起来，然后这里是调节到正反转，就通常往那边过来就正转了，那这里可以调节速度的。它是三个轮子，然后每个轮子的间距不一样，就等于第一个分掉的三分之一，第二又分三分之一，第三又分三分之一，这么去分，然后高度也可以调。肩膀我们只需要这个做好一个定位，合适这个宽度过去，然后稍微挨到刀它就自动会走，我们试一下。看一下效果先。分板效率特别高，看一下分板效果。先测一下。快递回去给你确认。速度也可以调的，调快调慢。